干嘛啦？那走。对啊。那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就看到那个，然后就跟我们说，干嘛？干嘛啊？说我刚不是有点在喝卡？怎样？我刚一直要转过来。北方啊。有些方法不想让行人。那个那个不想让，太夸张。一直要骑过来，你很显然就要走过去啊，他也不敢撞你啊。所以我就故意从他旁边走过去啊。对啊，他也不敢撞你，你从中间看。那么多人目击者。对啊。你先下去。我知道小兵在下面啊。